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聂云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聂云峰家庭。也谢谢 Oicos 跟我们做合作，让更多的爸妈呢可以啊在这里一起做一下交流。啊、呃，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，是一个观众啊留言给我们的。他说：“这个爷爷奶奶的思想啊比较老旧一点，孩子没太多耐心跟爷爷奶奶沟通，怎么办？”呃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蛮正常的一个情况的。 啊，爷爷奶奶毕竟年纪已经大了，可是我觉得，作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generation，我们现在应该都已经是算是中年了哈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我们要扮演的角色，必须就是那一个桥梁，家才能够完整。所以我们的工作，it's not easy，不太容易的，可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嗯、um,，像我们家里面，呃，当然我们。 呃，感谢主哈、啊，呃，保佑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啊，也就是我的妈妈、我的外婆、呃，两位都还在，而且呢，身体都还蛮健康的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聚在一起。嗯、呃，那每一个礼拜呢，带孩子要至少要跟他们吃一顿饭哈，或者是聊聊天。吃饭容易，聊天有点难。好，而毕竟我的外婆已经快一百了，九十九岁，而且呢，她有非常重的四川口音哈。好 孩子说：“我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啊，嗯、um,，吵孩子没有耐心，也听不懂，这个是一个最容易的借口，那也不是借口，也是事实可是后来慢慢慢慢，我发现，我们常常聚在一起，我们很用心把孩子带去了奶奶家啊，看到了阿宙，看到了祖祖，可是呢，say say hello，打个招呼之后。” 孩子们就在划手机，嗯嗯嗯嗯嗯，然后我们很努力的跟爸妈聊天，孩子很努力的在那边打游打打 game 啊、哦，然后完了，一个聚会结束了啊，跟奶奶说拜拜了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。我后来越想越不对，那这样子聚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？啊、哦，那我就跟他们说，他们说你们讲的东西我们也听不懂啊，哦，没有错，是听不懂啊、哦。为什么听不懂？因为没有参与。 所以后来现在的我，我也规定我自己跟大家讲一个我的一个一个一个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子做太严厉了一点啊？其实到我妈妈家去的时候，包含我在内，我们的手机全部放在门口，放在门口，不放在身上，不放在身上的状况之下，没有别的事情做，他才有可能，尤其是孩子，才有可能去 engage 去听我们在聊什么东西。 因为其实也许语言，也许节奏，也许思维，已经有落差，有不一样，所以他要参与这个话题的可能性已经比较低了。我说的是孩子，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他又在分心，他有一半的心思是在电动玩具或者是啊抖音看另外一个影片里面，他只有一半的脑筋是在这个话题里面，那他当然听不懂。 那他听不懂的东西，他当然不会参与，OK？所以慢慢慢慢，这个脱节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大。所以后来我就规定他们，我们在奶奶家的这一小段时间，这一小段时间，包含我在内，我们都不要去碰手机。结果我发现真的有比较好，因为他多听多听多听，他就慢慢听得懂了。他听得懂了，他才会觉得有一点意思，啊，有一点意思，他才有可能会发表他的意见。 所以慢慢慢慢慢慢，这样子一来，大家的沟通才能够越来越贴近了。那当然，大家也不要讲，想得太完美哈。其实这样子做，其实对孩子来讲是不容易的事情的啊。我们要扮演这个中间的角色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这样的时间，我们要看看孩子他的年龄、他的成熟度跟他的耐心，他可以参与多久。你 know，如果说他能够参与半个小时。 这半个小时，好好的听爷爷奶奶讲讲话，好好的跟爷爷奶奶讲几句话啊，好好的听，像我们家还有一个祖宗哈，听他讲几句话就够了，不用要,要求太长太长，其实对孩子来讲，也许有他的困难度，从一点点开始啊，可是这一点点就会是第一步，慢慢慢慢，他对于这些东西有情感了，他顺其自然的，也许就有机会增加了。 不是第一天就可以做得到，但是第一步明天就可以开始做。希望今天这样子跟你们讲，你们也会有同感，或者是你们有其他好更好的建议，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OK，好，再一次，如果说你们有其他话题想聊，可以在下面的 comment 区留言给我，不然的话呢，给我们按个赞或者点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下个礼拜见，拜,拜。